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将揭示一些让你立即改变人生的终极秘密，帮助你保持快乐和正能量。准备好迎接改变，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来谈谈什么是快乐。快乐不仅仅是短暂的愉悦，而是一种持久的内心状态。快乐来自于内心的平静，对生活的满足感，以及与他人建立的深厚联系。现在让我来揭示快乐的终极秘密，这些秘诀已经改变了我的生活，也能改变你的人生。每天花几分钟感恩你所拥有的一切。感恩日记是一个很好的工具，可以记录你每天感激的事情。感恩能让我们意识到生活中的美好，并且更加珍惜我们所拥有的。学会专注于当下的瞬间，不让过去的遗憾和未来的担忧影响你的心情。冥想和正念练习是很好的方法。当我们专注于当下，我们才能真正体验生活的每一个美好瞬间。积极的思考方式能让你更容易面对挑战。每天给自己一些积极的自我暗示，提醒自己你是多么的坚强和有能力。积极心态不仅能提升我们的情绪，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除了以上的秘密，还有一些简单的步骤可以帮助你改变生活，保持快乐和正能量。保持健康的饮食和规律的运动，不仅有助于身体健康，也能提升你的情绪。健康的生活方式能让我们拥有更多的能量去追求快乐和梦想。与家人和朋友建立深厚的联系，参与社交活动，这些都能增加你的快乐感。人际关系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它们能带给我们无限的支持和快乐。找到你热爱的事情，并投入其中，无论是艺术、音乐还是任何兴趣爱好，这都能让你的生活充满意义。追求热情能让我们找到生活的意义和方向，并且充满动力和希望。这些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快乐终极秘密，希望这些秘诀能够帮助你改变生活，保持快乐和正能量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，保持快乐。